话说彼时有人回，工程上等住胡东西的沙灵，请凤姐去开库。又有人来回，请凤姐输金银器皿。王夫人并上房丫鬟等接不得空。宝钗因说道，咱们别在这里碍手碍脚。说着和宝玉等便往迎春房中来。王夫人日日忙乱，直到十月里才全备了，简办的都交清账目，各处古董文玩俱已陈设齐备。采办鸟雀自仙鹤鹿兔以及鸡鹅等亦已买全，交于园中各处饲养。贾强那边已演出二三十出杂戏来，一般小尼姑道姑也都学会念佛诵经。于是贾政略觉心中安顿，遂请贾母到园中瑟瑟斟酌点缀妥当，再无些微不合之处，贾政才敢提本。本上之日，奉旨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上园之日，贵妃省亲。贾府奉了此旨，一发日夜不闲，连年也不能好生过了。转眼元宵在耳，自正月初八就有太监出来先看方向，何处更衣，何处宴坐，何处受礼，何处开宴，何处退席。又有巡查地方总理官房太监带了许多小太监来，各处官房党帷幕，只是贾宅人员何处出入，何处进膳，何处起事，种种遗嘱。外面又有工部官员并五成兵马司打扫街道，撵住闲人，贾赦等监督匠人扎画灯烟火之类，至十四日俱已停妥。这一夜上下通不曾睡，至十五日五谷，自贾母等有觉者俱各按品大庄。大观园内仗舞盘龙，连飞绣凤，金银幻彩，珠宝生辉，顶分百合之香，平插长春之蕊，静悄悄无一人咳嗽。贾赦等在西街门外，贾母等在荣府大门外，街头巷口用帷幕挡眼，正等得不耐烦，忽见一个太监骑住匹马来了。贾政接着问起消息，太监道，早多住呢，未出用晚膳，魏正还到宝灵宫拜佛，又出进大明宫领宴看灯，方请旨，只怕虚出才起身呢。凤姐听了道，既这样，老太太和太太且请回房，等到了时候再来也还不迟。于是贾母等自便去了，园中俱在凤姐照料，执事人等带领太监们去吃酒饭，一面传人调间蜡烛，各处点起灯来。忽听外面妈跑之声不已，有十来个太监喘吁吁跑来拍手，这些太监都会意，知道是来了，各按方向站立。贾赦领合族子弟在西街门外，贾母领合族女眷在大门外迎接，半日静悄悄的。忽见两个太监骑马缓缓而来，至西街门下了马，将马赶出帷幕之外，便面西站立，半日又是一对，亦是如此，少时便来了十来对，方闻隐隐鼓乐之声，一对对凤煞龙精，置羽弓扇，又有削金提炉，焚着玉香，然后一把曲柄七凤金黄伞过来，便是官袍带履。又有执事太监捧着香巾、绣帕、蜀鱼、拂尘等物，一对对过完，后面方是八个太监，抬着一顶金顶鹅黄绣凤鸾鱼缓缓行来。贾母等连忙跪下，早有太监过来扶起贾母等来，将那鸾鱼抬入大门往东一所院落门前，有太监跪请下鱼更衣，于是入门，太监散去，只有昭容彩屏等引着元春下鱼。只见院内各色花灯闪着，皆系纱绫扎成，精致非常，上面有一灯匾，写着替人目得四个字。元春入室更衣，付出上鱼进园，只见园中香烟缭绕，花影缤纷，处处灯光相映，时时戏乐声喧，说不尽这太平景象，富贵风流。却说贾妃在轿内看了此园内外光景，因点头叹道，太奢华过费了。忽又见太监跪请登舟，贾妃下于登舟，只见清流一带是若游龙，两边石栏上皆系水晶玻璃各色风灯，点得如银光雪浪，上面柳杏珠树虽无花叶，却用各色绸绫纸绢及通草为花，沾于之上每一株悬灯万盏，更兼池中和幸福露珠灯一皆系罗棒羽毛做就的，上下争辉，水天幻彩，真是琉璃世界，珠宝乾坤。船上又有各种盆景，竹帘秀木，桂棘兰饶，自不必说了。已而入一石港，港上一面扁灯，明现住了听花絮四字。看官听说这了听花絮四字即有凤来仪等字，皆系上回贾政偶是宝玉之才，何至辨认真用了，
像贾府世代诗书，自有一二名手提咏，岂似报复之家，竟以小儿与搪塞了事呢？只因当日这贾妃未入宫时，自幼亦系贾母教养，后来添了宝玉，贾妃乃长子，宝玉为幼弟，贾妃念母年将迈，使得此地，是以独爱怜之，且同是贾母，可不相离。那宝玉未入学之先，三四岁时，已得元妃口传教授了几本书，识了数千字，在腹中虽为子弟，有如母子，自入宫后时时带信出来与父兄说，千万好生抚养，不言不能成器，过言恐生不愉，且置祖母之忧，眷念之心刻刻不忘。前日贾政闻熟识赞他尽有才情，故于游园时聊一事之，虽非名功大笔，却是本家风味，且使贾妃见之，知爱弟所为，亦不负其平日切望之意，因此故将宝玉所提用的那日未提完之处，后来又补提了许多。且说贾妃看了四字，笑道：“花絮二字便好，何必了听？”是做太监听了，忙下周登案，飞转于贾政，贾政即刻换了。彼时周林内案，去周上鱼，便见林公绰约，贵殿巍峨，石牌坊上写住“天仙宝镜”四大字。贾妃命换了“省亲别墅”四字，于是进入行宫。只见庭缭绕空，香榭布地，火树奇花，金窗玉槛，说不尽帘卷霞虚，坦铺玉榻，顶飘舍闹之香，平列雉尾之扇，真是金门玉户神仙府，归殿蓝宫妃子家。贾妃乃问：“此殿何无匾额？”随侍太监跪起道：“此系正殿，外臣未敢擅拟。”贾妃点头，礼仪太监请升座受礼，两皆乐起。二太监隐士正等于月台下排班上殿，昭容传语曰：“免。”乃退。又引荣国太君及女眷等自东街升月台上排班，昭容再语曰：“免。”于是一退。查三县，贾妃降座，乐止退入侧室更衣，方被省亲车驾出园，至贾母正室，欲行家礼，贾母等俱跪止之。贾妃垂泪，彼此上前私见，一手挽贾母，一手挽王夫人，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，俱说不出，只是呜咽对泣而已。邢夫人、李凤迎、探西等俱在旁垂泪无言。半日，贾妃方忍悲强笑，安慰道：“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，好容易今日回家，娘们这时不说不笑，反倒哭个不了。一会子我去了，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。”说到这句，不禁又哽咽起来。邢夫人忙上来劝解，贾母等让贾妃归坐，又逐次一一见过，又不免哭泣一番，然后东西两府执事人等在外厅行礼，其媳妇丫鬟行礼毕，贾妃叹道：“许多亲眷可惜都不能见面。”王夫人起道：“现有外亲薛王氏及宝钗黛玉在外候旨，外眷无职，不敢擅入，贾妃即命请来相见。”一时薛姨妈等进来，欲行国礼，元妃降旨免过，上前各叙阔别，又有元代进宫的丫鬟抱琴等叩见，贾母连忙扶起，命入别室款待。执事太监及彩嫔、昭容、各侍从人等，宁府及贾氏内宅两处自有人款待，只留三四个小太监答应。母女姊妹不免叙些久别的情景及家务私情，又有贾政之帘外问安行餐等事。元妃又向其父说道：“田舍之家，积言不薄，得遂天伦之乐，今虽富贵，骨肉分离，终无一趣。”贾政一含泪起道：“臣草芥寒门，鸠群鸭鼠之中，奇异的争凤鸾之瑞，金贵人上扬天恩，下招祖德，此皆山川日月之精华，祖宗之远德，终于一人幸及正夫妇，且今上体天地生生之大德，垂古今未有之旷恩，虽肝脑涂地，岂能报效万亿，唯照干细体，终于绝职，佛愿圣君万岁千秋，乃天下苍生之父也。贵妃切勿以正夫妇残年为念，更其自家真爱为勤慎素功以世上，恕不负上眷顾隆恩也。贾妃亦主以国事遗勤，暇时保养，切勿纪念。”贾政又起，园中所有亭台轩馆皆系宝玉所题，如果有一二可遇目者，请即赐名为姓。元妃听了宝玉能题，便含笑说道：“果尽意了。”贾政退出，元妃因问宝玉因何不见，贾母乃起道：“吾侄外男，
不敢擅入，原非命引进来。小太监引宝玉进来，先行国礼毕，命他近前携手揽于怀内，又抚其头顶，笑道：“比先长了好些。”一语未终，泪如雨下。尤氏、凤姐等上来起道：“筵宴齐备，请贵妃游幸。”元妃起身，命宝玉导引，遂同诸人布置园门前。早见灯光之中，诸般罗列，尽原先从有凤来仪、红香绿玉、杏帘在望、横指清芬等处，灯楼不隔，涉水圆山，跳缆徘徊，一处处铺陈华丽，一桩桩点缀新奇。元妃极加奖赞，又劝以后不可太奢了，此节过分。继而来至正殿，将玉免礼归座，大开筵宴，贾母等在下相陪，尤氏、李纨、凤姐等捧羹把盏。元妃乃命笔砚伺候，亲赴罗间，择其喜者赐名。因提起元之总名曰大观园。正殿匾额云：“不闻思义。”对联云：“天地启宏词，痴子苍生同感戴。”古今垂旷典，九州岛万国被恩荣。又改题：“有凤来仪，赐名潇湘馆。”红香绿玉改作一红快绿，赐名怡红院。横指清芬，赐名横无院。杏帘在望，赐名换个山庄。正楼曰大观楼，东面飞楼曰坠锦阁，西面飞楼曰喊方阁。更有了风轩、藕香榭、紫菱洲、杏叶竹等名。匾额有梨花春雨、铜剑秋风、荻芦夜雪等名。又命就有变联不可摘去。于是先题一绝句云：“闲山抱水见来经，多少功夫铸始成，天上人间诸景备，方圆阴阳大观明。”题毕，向诸姐妹笑道：“我素乏劫财，且不长于吟咏，姐妹被素所深知，今夜聊以色泽，不负思景而已。一日少暇，必补撰大观园记，并省亲送等文，以记今日之事。”妹等一个题一贬一诗，随意发挥，不可为我微才所负。且知宝玉竟能题咏，一发可喜。此中潇湘馆横无怨二处，我所极爱，次之怡红院、换个山庄，此四大处必得别有章句题咏方妙。前所提之联虽佳，如今再各赋五言律一首，使我当面试过，方不负我自幼教授之苦心。宝玉只得答应了下来，自去构思。迎春、探春、惜春三人中，要算探春又出于姊妹之上，然自忖似难与薛林争衡，只得随众应命。李纨也勉强做成一绝。贾妃挨次看姊妹们的题咏，写道是旷性怡情，匾额迎春，元成景物特惊奇，奉命修题额旷怡。谁信世间有此经，由来宁不畅神思。文采风流，匾额探春，秀水名山抱负回，风流文采胜蓬莱。绿才歌山迷芳草，红衬香裙舞落梅。珠玉自英传盛世，神仙和幸下瑶台。名媛一字邀游赏，未许凡人到此来。文章造化，匾额惜春，山水横沱千里外，楼台高气舞云中，元修日月光辉里，景多文章造化功，万象争辉。匾额李纨，名媛铸就是巍巍，奉命多残学浅微，精妙一时言不尽，果然万物有光辉。宁辉中瑞，匾额薛宝钗，方圆铸向地成西，华日祥云笼罩齐，高流洗前英楚谷，修黄石带凤来仪。文风已铸陈游戏，笑话英龙归醒时，瑞藻仙才瞻仰处，自惭何敢再为此。诗外仙缘，匾额林黛玉，陈游曾越狱，仙境别红尘。借得山川秀，天来气象新，相融金古酒，花媚玉堂人。何幸邀恩宠，公车过往频。元妃看毕，称赏不已，又笑道：“终是薛林二妹之作，与众不同，非与姊妹所及。原来黛玉安心今夜大展奇才，将众人压倒，不想元妃指命一贬一咏，倒不好委欲多做，只胡乱做了一首五言律应命便罢了。”时宝玉尚未做完，才做了潇湘馆与横无怨两首，正做怡红院一首，其稿内有绿玉春游卷一句。宝钗转眼瞥见，便趁众人不理论，推他道：“贵人因不喜红香绿玉四字，才改了怡红快绿，你这会子偏又用绿玉二字，岂不是有意和他分持了？况且蕉叶之典故颇多，再想一个改了吧。”宝玉见宝钗如此说，
便是汗说道：“我这灰子总想不起什么典故出处来。”宝钗笑道：“你只把绿鱼的玉字改作蜡字就是了。”宝玉道：“绿蜡可有出处？”宝钗悄悄地咂嘴点头，笑道：“亏你今夜不过如此，将来金殿对策，你大约连赵钱孙李都忘了呢。”唐朝韩义勇芭蕉狮头一句，冷竹无烟绿蜡干，都忘了吗？宝玉听了不觉动开心意，笑道：“该死该死，眼前现成的句子竟想不到，姐姐真是一字诗了，从此只叫你师父，再不叫姐姐了。”宝钗也悄悄地笑道：“还不快坐上去，指姐姐妹妹的谁是你姐姐？那上头穿黄袍的才是你姐姐呢。”一面说笑，因怕她单言功夫，遂抽身走开了。宝玉续成了此手，共有三手。此时黛玉未得展才，心上不快，因见宝玉构思太苦，走至案旁，知宝玉之手性连再望一手，因叫他抄录前三手，却自己吟成一律，写在纸条上搓成个团子，掷向宝玉跟前。宝玉打开一看，绝比自己做的三手高的十倍，遂忙公楷腾乱呈上。元妃看是有凤来仪，宝玉修玉出城时，堪一带凤凰，干干青雨滴，绿生凉，蹦气房接水，穿帘爱顶香，莫摇分碎影，好梦正处长，横指清芬，横舞满径院，着壁住芬芳，软衬三春草，柔脱一缕香，青烟迷曲径，冷翠湿衣裳，谁为池塘曲，谢家幽梦长，余红快绿，深庭长日静，凉凉出婵娟，绿蜡春游卷，红妆夜未眠，凭栏垂江秀，一时护青烟，对立东风里，主人应解怜。杏帘在望，杏帘招客饮，在望有山庄，灵杏鹅儿水，桑榆燕子凉，一齐春酒熟，十里稻花香，盛世无鸡馁，何须耕织忙。元妃看毕，喜之不尽，说果然尽意了，又指杏帘一手为四手之冠，遂将换个山庄改为稻香村，又命探春将方才十数首诗另以锦笺腾出，令太监撰与外乡，贾政等看了都称颂不已。贾政又进归省送，元妃又命以琼酪金块等物赐予宝玉并贾兰。此时贾兰上幼，未安住室，只不过随母医书行礼而已。那时贾强带领一班女戏子在楼下正等得不耐烦，只见一个太监飞跑下来说：“做完了事了，快拿戏单来。”贾强忙将戏幕呈上，并十二个人的化名册子，少时点了四出戏：第一出《豪宴》，第二出《乞巧》，第三出《仙缘》，第四出《离魂》。贾强忙张罗扮演起来，一个个各有猎食之音，无有天魔之态，虽是庄严的形容，却做尽悲欢的情状。刚演完了，一太监拖着一金盘糕点之属进来，问谁是灵官。贾强便知是赐灵官之物，连忙接了，命灵官叩头。太监又道：“贵妃有谕，说灵官极好，再做两出戏，不拘那两出就是了。”贾强忙答应了，因命灵官做游园惊梦二出。灵官自以为此二出非本角之戏，执意不从，定要做相约相骂二出。贾强扭不过他，只得依他做了。元妃甚喜，命抹男为了这女孩子好生教习，额外赏了两匹公绸，两个荷包，并金银刻子之类，然后撤言将未到之处附有游玩。忽见山环佛寺，忙灌手进去焚香拜佛，又踢一扁云苦海慈航，又额外加恩语一般幽凝女道。少时太监跪起，赐五句旗，请宴按例行赏，乃呈上略结。元妃从头看了无话，即命照此而行。太监下来一一发放，原来贾母的是金玉如意各一柄，沉香拐杖一根，迦南念珠一串，富贵长春宫缎四匹，福寿绵长宫绸四匹，紫金比定如意可十锭，吉庆有余银可十锭，邢夫人等二分只捡了如意拐珠四样，贾敬贾赦贾政等每分玉之新书二部，宝墨二匣，金银盏各二只，表里暗钱。宝钗黛玉朱姊妹等每人新书一部，宝砚一方，新样格式金银客二对。宝玉和贾兰是金银项圈二个，金银客二对。尤氏李纨凤姐等皆金银客四锭，表里四端。另有表里二十四端，
清钱500串，是赏与贾母、王夫人几个姊妹房中奶娘众丫鬟的。贾珍、贾琏、贾环、贾蓉等皆是表里一端，金银客一对，其余彩缎百匹，白银1000两，御酒数瓶，试赐东西2府及园中管理工程陈设，答应极私细，掌灯助人的。外又有清钱300串，试赐厨艺、游灵、百戏、杂行人等的，众人谢恩已毕，只是太监祈祷，11丑正3刻，请假回銮。元妃不由得满眼又滴下泪来，却又勉强笑着，拉了贾母、王夫人的手不忍放，再次叮咛，不须记挂，好生保养。如今天恩浩荡，一月许境内行事一次，见面尽容易的，何必过杯？倘明岁天仍许归行，不可如此奢华靡费了。贾母等已哭得哽咽难言。元妃虽不忍别，乃皇家规矩，为错不得的，只得忍心上鱼去了。这里众人好容易将贾母及王夫人劝住，搀扶出园去了，未知如何，下回分解。这部纯粹是我个人认为非常好的作品，所以我做了这部影片给大家，主要目的是让盲人或视障人士能够观看电视和电影，为残障人士提供包容性体验，使他们能够获得与其他人相同的信息和娱乐。感激你看完这部影片，如果大家喜欢的话，就支持这个系列吧。你的流量是我的动力，请不要吝啬的，记得订阅这个频道，然后点开旁边小铃铛和给我一个大拇哥哦。